究竟是谁偷了刚刚上线的新皮肤罗虎？呸！你丫瞅什么呀？是我，你爹。好好好，这皮肤才刚刚上线，你就告诉我们你偷偷的把皮肤给抽了？奶奶，你怕不是染上臭皮肤了吧？喂，你别血口喷蛋，就刚一老登这回上线的什么皮肤茶壶，咦，这么丑，送我都不要。你好，师傅酱，你不是抽新皮肤茶壶了吗？多少抽出的？你的欧皇秘诀是什么？不是妈说，我警告你别乱说啊！你看你师傅，我像是很有蛋币的蛋妈，怎么可能去抽这么丑的茶壶呢？挺像的。解释吧，奶奶，什么抽奖秘诀？还说你没有染上抽奖？我快说，第一抽抽第几个金蛋？啊！搞半天你是来问我抽奖秘诀的。中间的金蛋就算保底也绝对是个紫色奖励，那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只好像就演蓝色奖品吧。不过你要是帮我抽中了这个动作，我就承认你的抽奖秘诀有用。第三个就砸第三个，原因呢？没有，我谁告诉你啊？我输的。我操，真重啊。 Oh my god， 第七个砸第七个好不好？又是紫色。不是奶奶，什么时候我才是中皮肤啊？第九个，我就是第九个中的。你确定你不是第九抽中的？信我一次，再信我一次嘛！第一个金蛋砸掉之后 ，X 法阵成型，皮肤必出，尊度加度，法阵是成了，可奖这蓝色奖品也抽完了呀！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哼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现在你只需要随便一抽，抽不出来，我乃某人倒立洗头。不是，哥们儿，还真他压得出皮肤了。怎么样，我的抽奖秘诀没毛病吧？那既然有了新皮肤，奶奶，咱俩是不是该来一把巅峰甜蜜一局呢？那你等等啊，我先把皮肤抽了。不是，你不是抽过了吗？